我觉得我一直跟祖妈讲，我说这是一个机会，怎么讲呢？就是说在认识大学四年的同学，在大学里面呢，我们尽管是怎么讲呢，在一起读书学习，但是同学之间的交流太少太少了。二十年以后，反而觉得这个同学的这个感情特别的深厚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人在江湖走，哪能不挨刀？挨的刀多了，就特别想念老同学。实际上原来选择那个无锡啊，真的是一个比这里更好，就在我们太湖边上，三十一周年。所以我想我们那个下一次聚会还是到西去吧。好好好，西区人，我是耿耿于怀。OK， 那个我们真的是要真诚的谢谢一下慧生，大家说用什么方式来谢谢他？主持人，哎，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主持人，徐主任就回去了，是吧？那昨天的女主持人在，知道吗？昨天的女主持人，耶、yeah ！我不反对啊。请昨天的女主持人。抱歉。呀，哎，帮左华，他非常有思想。No way！ 左华也教教他，左华教教他。绕场一圈。里面我和祖华的交流非常非常少，但后来毕业以后就电影报在拥抱上面了一个礼拜不见他过一次，心里想的有点难过，一个月不喝两次酒觉得好像吗？这一个月没喝，但是我们是千五清白，但是啊，谢谢我们对同学之间除了感情还有生活，下一次跟你分享，我们假如有共同的事业的话可以做得很好。我刚才那个很容易说，也很容易说吧，是不是我们一起开个酒吧，开个餐厅，但从这一个地方经常来了想着念那些队友，不管是不是开餐厅，他们谁都不知道。今天回去的几个人跟我说二十周年聚会是我们香蕉开始，他说是开始，所以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，是大家把一些想法都提出来，看看我们怎么样，就是说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华和资源，是我们梦开始的。谢谢。那祖华和慧生没有他们这次二十周年也是一个美好的梦想，所以谢谢他们两位。我是在文化的领导下做了我应该做的。干一杯。好，我好不容易清醒过来，你要让我醉下去。一半。美好，刚刚的那个植物班的男生，植物班。